好了，王美，好了，好了。王美要拍你，帮我带这个。啊，好，来来来，来手。你毛很多哎、欸，谢谢。好，去去去去。乖，孩子乖。到前面坐，快点。到前面坐。抓一小坨塞进你们的洞口，哦，这就完成了。放在那个竹筒上面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会做了哦。好，来去做。有多久了？没有刘海。很恐怖。有多少运动鞋？还没有穿。加完饭加什么？有多少问题？我有照相机，我这样会很丑哦。摆帅一点，摆帅一点，摆帅一点。多久吗？抬手伸直，然后眼睛前面。差不多，哦，就可以射了。哦，快射！怎么说？好，好，好，压中，好，没事。拉到这两个绳子，好，绳子朝上，好，包在小腿的部分。小腿。阿健，你们这绿色须须不要朝外面哈。第三天是我们的情人之夜，然后这个时候男生会围在一起跳舞，女生会推到外面去，哦，去挑她想要的男人，哦，怎么挑？很简单啊，女生挑。对，比如说我在跳舞好了，好，我在跳，有没有男生？先说。好，我在跳跳跳跳，好，他会拉着我情人带，如果他相中我的话，他会拉着我情人带，哦，等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啊，这个男生就会被带走。哇，这样子啊。我们阿美族没有在看长相的，我要看那个钱包的厚度。继续跳，跳到什么？有人选我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人选我。然后妹子啊，就你自己。比如说我在跳，
奇怪事。比如说我在跳舞好了，我跳一跳，我突然被这姐姐拉了。可是你不喜欢那姐姐怎么办？啊，不喜欢那个姐姐，可以开吗？比如说现在嘛，好，现在，然后他拉我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赶快把他拉一下。槟榔也放了嘛，我吃一下他槟榔缓冲一下。缓冲一下。我不喜欢，那继续跳舞没关系。真的啊，真的，假装没有被拉，假装没有被拉。很尴尬，老师，他如果不抽烟的怎么办？啊，不抽烟的怎么办？他里面放烟怎么办？什么不抽烟已经放烟？他里面不是会放？我们不会放烟的。啊，只会放槟榔，只会放槟榔。啊，不吃槟榔嘞？不吃槟榔哦，也会放。那也那也要吃。我们好大，好大，就完成了，就像这样子。吓快点，然后那个小幅度，老一辈的人啊，他们阴险哦，比如说他在跳舞好了，哦跳一跳，然后他会这样去看，这样拉起来去看，看你有没有穿内裤，这么直，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他会直接打你屁股，对，直接削，很大力的。讲到第一次过来是达悟族啊，哦，我们这边是阿美族的地盘，哦，他们过来会被砍头。哇，会被出草哦！出草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、啊。那我们的衣服都是用绑的、啊，是那个束腰身。哦，你绑的越紧，那个腰越漂亮啊！哦，你不要知道。来这边还有一套女生，对，会很热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我们轮流啊、哦。有分哪一边先吗？这个，然后等一下。那这个有，好好好。目前跟时间绑又还能这样，来，有差，先是右边会有吗？好像右边先有分啊，我要再来。男生的，我们先上吧。我们好像是来怎么样？哦，我在那个屁股那里。
哎，哪有怎么那么肥？好来，好，那路岸都一样，那呀不海洋，咿呀哦哎呀，路岸都一样，那呀不海洋，咿呀哦哎呀，呀哎呀。瞬间停顿，太快了啦！老师，你先带我们一次嘛。那路弯都一样，那呀不海呀，还没有。一样呀不海呀。啊！谁先给你画沙沙？都一样，那呀不海呀。一样呀。Yeah!